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赫比，我是主播海琳。哎，今天要为大家播报什么呢？哦，今天要播报的主题是，有一些学生呢，就是不良学生在图书馆里面从事不良行为，当然也有一些好的学生在图书馆里面从事好的行为，值得大家学习。那我们就来收看 EF 的直播报。图书馆里面非常安静，大家都做得非常好。看完了刚刚的影片之后，好的事情请大家可以学习，那不好的事情请大家不要在图书馆里面做。赫比、艾雷，谢谢大家。